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Arius 的这台Fiscount， 它这台 Fiscount， 这台可以看到，它这个我先看一下，它这台快门正常可动作，可以看一下，快门正常可动作。那平面的部分，正面、背面都有建章，那就是侧面这边这个面那你可以请那个相机店再帮你补这一块，或者你在网络上现在很多皮面可以买那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机外壳的这个部分正面跟底部有一些少许的使用痕迹啦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什么撞击啊什么的拿起来还蛮有分量的那底片式它旁边这边拉开你可以看一下底片式的状态。底片是，可以看一下，快门正常可动作。好，那以上就是这台Arius Fiscount这台底片机的视频，谢谢。